在今天重要的日子里，有这么多的贵宾以及新娘们的亲朋好友都齐聚一堂，一同来分享我们新娘们的幸福喜悦。相信在座的贵宾以及亲朋好友们都非常期待见到新娘们的幸福模样。在正式请新人进场之前呢，闺蜜在这边仅代表证婚人、主婚人、介绍人及新娘们，向各位嘉宾以及亲朋好友们致上最热情的欢迎及由衷的感谢。同时，我们也邀请现场的大家给我一个最热烈的掌声，为今天这场盛宴揭开美丽的序幕，好吗？谢谢。在今天的这个祝福里，我们也邀请今天现场的嘉宾，将你们的目光移向我们后方的幸福红毯。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新娘们进场。首先，他们我们会唱的是台电局职工福利委员会的林主任委员佑哲。你的主委跟我们大家挥手好吗？接着是我们的台电局局长顾威局长。接下来是我们的台湾铁路工会理事长陈理事长世杰，欢迎理事长。由我们的三位长官揭开这幸福的盛宴，一定会幸福永远圆满。现在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男女主角们进场。首先踏上我们幸福大道的是我们的新郎宇辉以及我们的新娘怡萱。玉辉和怡萱是偶然在朋友的聚会下认识的。玉辉在怡萱的鼓励下，开始了准备铁路特考。因为这契机确立的仪式就是互相的依靠。虽然我们的新娘比新郎先考上，但是我们新郎完全不信任，心想我考上了就会出力。于是这是皇天不负心人，玉辉真的考上了，现在可以兑现对新娘的承诺。所以他们今天站在这里，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喜悦。接下来要进场的是我们的新郎义勇和我们新娘宝乔。义勇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我们的宝乔，从陌生到熟悉，越相处越发现宝乔的善良可爱。虽然有时会有争执，但总是能互相包容体谅，难过时他们彼此陪伴。现在新郎要和新娘说：“宝乔，我或许不是最棒的，但我会是最适合你的。宝乔，未来我们一定会很幸福。”接下来是我们的新郎鼎钧和我们的新娘玉涵。鼎钧与玉涵因为偶然的机缘，开启了缘分，不经意的开始留意对方，自然而然的关心对方，让他们慢慢的更靠近，也更加在意彼此。能够遇见彼此，是他们最幸运，也是最幸福的决定。接下来进场的是我们的新郎孟平，还有我们的新娘秉真。两人的相遇是在补习班，孟平在台上教课，忙的秉真在座位上课。直到某一天，秉真鼓起了勇气主动出席，两人成了进一步交往。两人不只是老师与学生，下课后更是男女朋友。生活中朋友伴随，但更多的是甜蜜，最重要的是身边有了彼此。接下来进场的是我们的新郎楚俊以及新娘淑一。两位是因为铁路牵起的缘分，而两位也都是同在我们的花莲路段、花莲站服务，让彼此能够走进彼此的生命中。也因为一起从事旅客向导的工作，更熟悉彼此的机会。我们的楚俊是个十足的铁道迷，淑一也常陪着他去追火车。经过一段时间，子萱的仪式就是小洗手共度一生的 Mr. and Mr. Right。 接着要进场的是我们的新郎洪志还有新娘雅婷。洪志与雅婷是透过同事的介绍相遇了，个性迥异的他们兴趣及爱好不同，本以为会经历另外一个男人们身上，同在花莲基隆湾服务的他们，当初是以结婚为前提交往的哦。今年十二月是他们交往即将满一千的日子，这对佳偶在台电认识和交往，也在台电完成了婚姻大事。让我们再次恭喜洪志与雅婷。
是同在高雄公务馆服务。因缘与参加不动产经纪的国家三级考试，而由于是毕业工作，所以开启了参选城市的经历。开始在剧场人，从草草的融合到相亲相识，相处过程如同到深山这般越来越甜蜜，让他们更珍惜此事，携手走向未来。再次掌声恭喜这对佳偶。是我们的新郎超颖和我们的新娘易柔。超颖及易柔是一起草间采撷的，他们在北投的研训中心遇到了彼此的存在，后来跟当地人在同一个团体的存在，也许就是我们的缘分。之后因为一起通车，而让彼此更熟悉，相识相恋已经走过了三年，于是他们决定在今年迈向人生大事以及固定终身。要进场的是我们的月婷，还有依璇。嘉义车站是他们相遇的地方，服务台就是遇到爱情的地方。原本在不同单位的他们，直到月婷被碰到服务台，才有互相认识的机会，也让他们找到一起。开始他们非常的低调，他们似乎不知道他们在交往，直到今年新郎才来到嘉义车站才公开。让我们感谢他们，让他们找到一生最重要的伴侣。接下来进场的是我们的新娘胡华，还有我们的新娘怡静。来自江浪湖石丰厚的小镇的中的一个，他们往内离开那一口浪漫浓浓气息的芳香。人生遇到每个人出场顺序都一样，两个人的相遇与相信是完美的安排。虽然各个人两个第一路永远是遥远，但我们台地的废弃列车势必必达。我们再次掌声欢迎他们，恭喜他们。接下来要进场的是我们的新郎盛哲，还有新娘佩珍。两人缘分的交接，开始于幸福的启程。因为两人都属于车长，穿着工作上与职务经验的分享。在交往三年后，两人也决定携手步入婚姻，或许终身。盛哲与佩珍的爱情列车即将甜蜜启程，开往下一站幸福。接下来进场的是我们的新郎嘉伟，还有我们新娘嘉瑜。新郎嘉伟服务于台北大埔站，新娘嘉瑜是我们的护理师，两人爱情长跑将近十年。但是于大学的社团活动，发现彼此的兴趣相近，经过数十年之后决定在一起。经过了一个月的恋爱，彼此的感情也更加的扎实与实际。于是他们决定在今年携手走向未来。接下来要进场的是我们的杨勋，还有君岱。那年春天，在北投人心的 KTV， 两人第一次相遇了。也在我的世纪元班，还有入学班，结训后各独在七个班上跑，成为我的世纪元，还有我的首长。男人强调入学后的见面是他们最期待见面的事，相处至今历经调动，下了几电话，一起完成人生中很重要的目标。现在他们将携手跨向下个阶段，互相扶持，共定成长。的是我们的新郎国颖，还有我们的新娘杨君。两人在一同携手走过的时光里，非常的能够让彼此发掘出许多不同视角的可能。希望从未来很多时刻中发现是我新样貌。新郎说：“感谢我的伴侣杨君，让我于滚滚的红尘中拥有回归幸福的样貌。”下面要欣赏的是我们的新。博元还有新娘燕珍，博元和燕珍是同在台中运务院服务，同时取了铁路特考。那新郎是在博元是台中运务院，那新娘是我们燕珍高雄运务院。两人见面总是简单打招呼，直到某天女孩爬上吊的时机，我们的新娘知道后排除万难飞奔到女孩身边陪着她。就这样，两人开始了解彼此，携手迈向未来。接下来进场的是我们的仲怡和我们的明怡。在那个危难的季节，仲怡和明怡相遇，
持两人要一起携手同行。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我们的新郎世佑，还有新郎新娘静怡。世佑和静怡同样在我们的新竹基督教服务。记得第一次约会看电影时，一次害羞甚至有点尴尬的对谈，到后面分享生活的琐事、曾经的经历。我相信彼此从认识到现在，过往的点点滴滴，都留在时间的回忆里。遇见了彼此，一起生活，一起经历了许多的酸甜苦辣，肯定对方就是秒动永生的人。好，我们再次掌声恭喜我们的世佑及静怡。接下来要进场的是我们的新郎永杰，还有我们的新娘维园。就是聊天时，永杰就轻轻的一笑。委员的注意，在机缘巧合下，刚刚见面的生当中，永杰给了委员安全感，让新郎相信永杰就是值得深交呵护的人。在往后认识新郎后，双方从新娘的任性及优点，从中渐渐融合出属于彼此的默契，两人定下婚约，守护对方的美。接下来要进场的是我们的淑瑜，还有我们的于真。2019年的夏天。与往常的等待着列车交汇，而不同的是，淑瑜及于真也相遇了。两人谈起工作，有了共同的话题，也因为工作的关系，见面时间总是零碎，把握时间。在这三年间，即使早已互相习惯，因此确信的往后人生旅途能携手同行。接下来要进场的是我们的新郎静婷，还有我们的新娘玉雅。拥有相同的兴趣与价值观，工作与学习之余，乐于追求不同阶段的自我实现。两人都是公务员的身份，同时也具备业余运动员身份哦。今天觉得生涯中最成功的事情，就是始终都是认识了我们的绿党。Because you are the best guy in all my life。未来静婷将牵着玉雅的手，从地方走上，与你一起学习的故事。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新郎代表，新郎是我们的新权，以及我们的新娘新瑜。新瑜是我们的实习员，那新瑜曾经是我们车型服务员。两人初相识当下的感觉，却不存在一丝一毫的陌生感。但是从电话框里的顶楼马上，新人在音乐的撮合下巧妙的狂欢的。还因为在台铁相遇，所以火车就像是他们的灵魂般。新泉说百年老店见证了我们的爱情，很开心我们成为其中之一，因为台铁让我在这里遇见你，一切的邂逅都从台铁开始，相信未来的我会更好。谢谢台铁让我遇见新瑜，你是我一生中最棒的美好。接下来要进场的是新郎淑胜，还有我们的新娘申慧。两人因为新郎的缘故相知相惜，也相惜相伴，愿意携手共度余生，共谱爱的乐章。身份由于轮班的见面，他特别紧张，所以相遇时间可能久很多。在认识的一年后，重逢一年，特别感谢台铁在这里注意的这段良缘，并非常有幸能参加111年度的结婚的年度盛事。接下来我们即将要进场的是新郎觉伦，还有我们的明仪。小虎是女主角在温馨养的校花，
的距离两个台阶，其实就是展开。接下来要进场的是我们的新郎新瑞，还有我们新娘文心。小学三年级的一年，文心想学到与新瑞同一班，也就是命中注定的相遇。杨校与蔡队两人是彼此的知心，由于担心失去了对方，因此一直维持好朋友的身份。直到大学入籍，因经历考试入学的特殊特号，隔壁居民相继前来欢迎上班，因为了进入当时的气氛下的人气上来，他们开始了有趣的恋爱。一眨眼就过了十年，手牵手一起踏上这幸福的寒假。掌声，恭喜，欢迎。